好像都认识。我们现在是从拉斯维加斯回到洛杉矶的路上，然后呢，每一次我们经过这个15号公路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很多广告是有关于这个外星人 alien。我们实在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跟外星人或什么 Area 51之一，但是它的广告非常显眼，而且很有特色。我刚才进到停车场，发觉他们居然有3个外星人坐在车子里面，然后说这是外星人专有的 parking。然后呢，我们进去里面卖了很多产品，全部都是跟外星人有关的。所谓的牛肉干，那我就来试试看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星人做的，我也不希望不是外星人的肉。来试试看的味道怎么样？这一包呢，大概是8块钱，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。最有趣，刚刚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Inverse 这种 Beef Jerky， 那其实就是空包装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一包卖8块钱，我不知道谁会去买。那我们最后选的是这个叫做 Honey Teriyaki Beef Jerky。Teriyaki 就是照烧酱，蜂蜜照烧酱，味道还不错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其实吃起来就跟一般的蜂蜜照烧酱的牛肉干一样，可是它主打是外星人，然后呢长样子又有点诡异奇怪。我真的有点担心，这是不是外星人牛肉做的？我真的希望不是。Anyway， 如果有机会，你有往来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之间，不要忘了来逛这个店，很有趣哦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哦。我们是 Kelly Navi， 那我们在 Facebook、YouTube 还有 YouTube 上面都有哦。